今日的港口妈祖信用纪录片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住在新北市新庄区蔡家水坤堂，到底是如何跟人蛤蟆寮妈结缘的，以及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咱来做回听看卖。文道的妈祖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其实就是也是住在鳌鼓某个所在的港口的隔壁。那我嘛是拜祠，对阮阿公的时代，迄阵就是拢伫遐，然后其实也拢信，算拢信港口嘛，不管咱哪拢是爱信港口嘛。哦啊，咱所以迄是地缘关系，所以这慢慢啊，就是说，从阮老爸甲即马到我，阮拢是拜，算讲三代啊，哦，以前我唔知啦，哦，但是三代啊，阮拢是拜港口嘛，这个是没办法抹灭的。啊，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起来到台北，差不多30年前，三四十年前，我阿公就起来台北啦。啊，开始台北的时阵，其实就是含，迄阵就是含那个古家天宫，哦，算讲有咧伫遐内底斗三工咧行，啊，迄拢嘛是对咱港口迄边起来的，哦，啊，咱斗斗啊变讲去遐斗三工，啊，拢起来算讲请妈祖回来拜。啊拜嘛是拜拜啊，几足久啊！哦，啊咱，譬如讲想讲啊有感情啊，咱讲啊无要搁请，算讲请妈祖留落来讲啊无互咱拜。啊问题是讲到迄阵，拄好人迄阵妈祖爱当去庙啊，咱可能无法度。啊变咧讲，咱可能是变讲伫民国99年时阵，咱就等于讲啊无家中算讲家己想讲无家己来迎请。请，咱就去请到即阵大神庙，啊，阵大神庙嘛算讲足久啊，啊，倒来到厝，咱嘛算讲安尼斗斗拜，斗斗拜，嘛是拢算讲有一个感应安尼啦。阮熟识算讲福西妈祖嘛是福西足久啊啦吼，阮安尼算讲串堂，哦，六根堂其实从一开始这一尊妈祖来就是这样子，也是7、8年，7、8年啊，算讲。阮的一寡感应啦，其实多少都有，多少都有，但是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大的感应，那只是说平安就好啦，是讲顺利安尼，大家平安大赚钱安尼就好啊，还是讲上早前啦，阮就是甲拜即阵大妈，中尊即阵大妈，啊个万善爷，万善爷，啊尾啊再来个雕塑，咱的地王公。吼，地方公啊，反正讲港口宫的妈祖，一般会拢去请妈祖，拢会是加减拢会讲，是说请坤神龙，不管是坤神龙还是王爷，拢会都会配饰啦。那慢慢的，我们也就是这样子跟旧家天宫的方式一样，也是拜了地方公，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缘分，然后去服侍这样子。啊，这久啊，其实多少。大家都觉得说啊，平安就好安尼啦吼。啊，比较有感应的，大概是阿嬷的时阵，吼，算讲阿嬷当初几啊年前啦，吼，算讲较嘛80几岁啊，啊嘛老啊吼。啊，有一天拄啊跌倒，啊跌倒无偌久了，吼，就是算讲身体较无好，啊，算讲老啊嘛，机能也不好，啊，倒倒就讲啊，突然有一天拢。肾功机能不好，然后送去加护病房，因为都不吃不喝嘛，啊也身体不适，啊就这样昏迷叫不醒了。那送到加护病房也好几天，那到迄阵，阮就跟小妞甲妈祖讲，就讲啊，阿妈祖今日啊，这老姓苏啦吼，啊肾功身体无讲介好，啊你来保庇啊平安安尼啦吼。啊，无偌久了，才过几工吼，啊阿妈嘛较清醒啊，虽然较清醒，啊问题。嘛讲话无讲介清楚，啊，就甲阿公去到遐，阮人算讲加护病房只有一段时间可以讲嘛。那我们就是去看到他，看到阿嬷的时候，阿嬷就讲，有一个算讲啊，一个查某人吼，啊，带着一个老人啊，吼，老人啊，带一个囡仔来甲我看，啊，发金光安尼吼。啊，伊就感觉足惊吓安尼，算讲，安尼无偌久了，咧，倒倒就，又正常的，又慢慢的这样子又正常的，
那这是一个大家觉得说，哎，这样子好像想起来，就是我们家的，算讲妈祖含地王公含板前爷囡仔公安的，啊，多好一个老人，一个算讲查某人，一个老人，啊，一个囡仔呢来甲看。啊，这嘛算讲，大家拢知影，拢有感应的。算家中安尼，家己拜甲遐久啊，嘛是拢安尼知影讲也有感应。安尼算，嘛是大家就是自己看得到的啦。嘿，啊，尾啊，甲即几年，拄啊阿嬷顶年，算讲顶年无好，啊，身体无讲介好，啊，原本是拢一段时间拢就用安尼。拢知影人安尼，啊袂啊，肾功机能也不好，八十几岁啊。那他慢慢的就是说，有一天就是哎、欸，整个就是，也好像说机能不好，然后送医院。啊，送去病医了，嘛几啊天啊，算几啊天，啊嘛拢嘛这嘛同款，咱肾功甲妈祖讲，哦，啊何必安尼让伊较平安顺遂，啊若好，咱就去出院，同款继续安尼生活。啊，但是讲。到尾啊，医院嘛讲病危通知发出来了，那安尼袂使啊，咱嘛是爱紧甲妈祖讲。啊，几啊天了，过几啊天了，咱算讲，敢若讲啊妈啊阿妈讲，感觉讲哎，敢若越来越机能越不好了，那也慢慢的就是知影啦。那到一天，迄天拄啊红台天的头早，哦啊咱算讲，大家拢伫遐顾，啊敢若我上尾出门。所以我算讲，小甲妈祖讲，啊，若讲真正妈祖，你感觉讲吼，阿嬷年岁嘛有啊，吼，该带去，你就甲带去啊，莫阁吼安尼遮痛苦啦。啊，咱一早咱甲烧香，啊，香炉内底拢有香，吼，啊，问题我甲插较边仔的，吼，应该咱是袂印着才对啦，吼。啊，迄天就安尼就出门啊，啊，无想着讲去到遐，啊，阿嬷无偌久就走。啊，咱安尼规工落来，吼，代志创好了，倒来到厝，才发现讲，咱香炉内底竟然拢无半支香，拢烧了去，啊，规个拢算讲，香嘛无倒咧外口，吼，啊，阮嘛是讲，算讲，甲外伯甲问讲，啊，是安怎发炉，啊，算讲，妈祖就讲。啊，算讲安尼圆满啊，拢会使啊，伊就要带去算讲，带去身边修行安尼。啊，到达就算讲慢慢啊，慢慢的所以，就是讲算，迄天结束完，回来爱跋花拢好啊。哦，嘛感觉这神奇的啦，算讲那会拄啊好安尼，啊跋出来是讲啊妈祖要伫晚七迄天，哦，伊要亲身啊伊的身家。先准备请去伊正讲灵堂做完成一工，吼伊亲身要去安尼，啊要收煞阿箍钱，啊东港是无阿箍钱，啊但是伊是开库啊，讲煞做伊去，互伊去安尼，吼啊这嘛是算讲一个较有感应的经验谈啦，是算发生在我们家的每家族每个人都发生见证在迄个香炉，照理来讲是拢爱烧完的。烧完香就拢留喺遐才对，那含香嘛都无用，系啊。那大概就是对我们讲，觉得平安啦、啊，大概就是慢慢的这么久了，拜那么久也都是有感情啊，有感应啊。阿妈聊嘛，赞。